一名驾驶违规逆向行驶被远警拦截，过程中发现他的车牌已经遭到注销。警方往里面瞄，他的车子里面竟然藏有大量的违禁品，通通被这名眼尖的远警搜出。你要准备随便就牌给你注销，恁想买准用无跟你讲哦？你这偌济量呢？上告谁敢公立三项权利啊？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依法将你逮捕。事发在26号凌晨1点多，高雄鸟松区神农路和水管路口，这名赵姓男驾驶车上藏毒，还这么嚣张，违规逆向行驶，随后被远警搜出他的饮料杯架藏有3级毒品、凯他蜜、毒咖啡包等等，共计62包毒品。警方当场逮捕这名赵姓驾驶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，并查扣全部的违禁物品，现场也直接将他的车辆移至保管。警方强调，后续也将向上追溯毒品来源，打击不法。